陆阿荣的厉害了吧？ 你凭什么这么凶？ 我倒要问问你。 你还能使出什么本事？告诉你，我马上写这个死在你们手下，你要讨回我哥哥马农心的血债，你小心点。好，我看你拿什么法宝来防你哥哥的命。什么法宝？秦路子，如果我死了，还有我娘会来找你。啊？你娘？叫什么名字？没有名字，人家都管她叫山东老爷。 上海没有？我不知道。什么时候来？不知道。他妈的！你这个刁女人，我就把你关起来，拿你来做饵钓几条大鱼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山东老娘有多么厉害。完了，老板，有什么吩咐？说不定山东老娘真的会来。多派几个人到北火车站。 和真如车站去看看，是。对新到上海来的山东人，要特别注意，啊，是。 自己人，听到没有？全听到了。现在我们就去前一站，真如车站去看看。
山东人了，里面有没有山东人？啊，哎，里面有没有山东老乡啊？啊！听马老大提起过，到上海来的山东人大半都喜欢住在他们老乡开的日新客栈。那姓陆的一定也知道了。哎，当然知道了。哎哎呀，对了，哎哎，等一等啊，哎，我得赶快跑一趟，不晓得这趟车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。哎，别急嘛，你这样去方便吗？我看我先回客栈，顺便打听一下，就知道有没有山东来的人了。哎，有道理。嗯，你们这批叛徒，十几个人都栽在人家手里。听说对方的几个小伙子都挺冲的。什么？冲？哎，是啊，切。是怪你们太大意了，
平常吃喝玩乐，等到真的上手就没劲了。我也骂过他们，他们也知道错了，要我向老板请罪。算了算了，你好好的管管，以后要他们再犯错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其实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也不必来烦我，你告诉他们，叫他们特别注意，凡是由山东来的人，马上盯牢他们，必要时把他们全部干掉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叫他们不要乱跑，先把人集中好，哪儿有事就派人到哪儿去，不要闹出了笑话，败了我姓陆的在发租界的苗头，知道吗？是是，老板。请坐，请坐。老太太，您贵姓是？咱姓马。哦，听口音，这府上是山东的。你猜的不错。您跟我们的伙计啊是同乡啊。咱也是汕头人呢，咱们是同乡。同乡啊。那太好了。听说姓马的在山东是鼎鼎大名的望族。老太太，您这回来是？是到上海来混饭吃的。我们都是走江湖跑码头的，从小到大都是来见见世面。客气客气。不过，老太太，上海这码头乱得一塌糊涂，可不是好混的。老太太，您上海有没有熟人？有没有拜过码头？没有。有没有跟地方上那些有头有脸的打过招呼？那可不行啊！此地发租界的陆老板、英租界的邱老板统管水陆码头，势力大得很啊。你不跟他们递张帖子，打个招呼？可没办法在此地开场表演啊。那我们就不犯他们了，我们在英法租界交界的地方开场子，他们总管不着吧。小心一点总是好的。伙计啊，跟各位准备房间。是。我失陪了。好好。